Hello，晚上好。我涂个口红。等一下，我涂个口红。死亡芭比粉。死亡芭比粉是说，最近有在抖音上看到的这个，其实就是玫红色的，看起来就有点像死亡芭比粉。Hello，晚上好。来跟人聊聊天。快接受我的吻吧！好，眼睛好干呢，是我妆浓艳的。Hello，关博，晚上好。没有休息，我今天就播一会儿。对，我一般我说那一会儿都是有点久了。眼睛干，我的小书包，我递给我的眼药水。OK，Come Body Girl， 小姐姐广告的酒肉，王八，我会，付出都要判大 Q。我在滴眼药水，感觉能跟我一样滴眼药水的人，技术都是非常的厉害呀。今天去逛街的，嗨，晚上好。没关系，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。嗯哼，眼睛咋了？没咋呀，这是我的泪痣，右边的这个，谢谢礼物。上学有考虑上学，我还想双休，现在就是。自己想做的事情太多了，就是很多事情就是突然就想明白了啊。谢谢礼物。大眼睛，卡姿兰大眼睛，这个眼睛最起码比公眼上面大三倍。好的，谢谢光博，我会的，向着自己的目标而努力出发，好好努力。对，应该是我最后一次直播了。就像网课成果，啊，我最近都没时间学，网课都没时间学。我是想，在学就是在忙起来。哦，这两天我那个课都没怎么背，就上了一个也是网课的英语课，那个老师还有那个就是五湖赛的同学在群里艾特我，就艾特我。说哎，这个同学啊，就是意思就每天就打卡，没来得及打卡，就这两天有点忙。哎，晚上好。我开了，就是那个微博，你们可以私博上看。对，然后那个握手会我也在的，握手会我给你们买了吃的喝的，老样子，来找我尬聊，然后给你们发东西。嗨，晚上好。对，没错。官博有吗？官博已经不用啦 ，SI 的官博开了私博，只能用私博。退团的成员也就只能用私博。感觉如果退团用官博，那岂不是很奇怪吗？没有关系，看直播也是好的。看看帅气的我。
都会好的。官博说有的，官博超级渴。啊，是吗？可以的，来吧，多来吧。现在鸡腿提现了，嗯，对，我会的，也没有多少钱了，没关系。9月打算做什么？嗯，可以做很多事情，但是不告诉你们。好啊，可以啊，就31号来看公羊。那天我还自己申请了报幕，就是给你们读规则。那天我自己申请了做值日生，思博我已经公开很久了。好的，反正到时候我们见，都会好的，没关系。嗯，会的，你们提醒我会的。来辞职，做我的经纪人，来吧，给我提包，给我订奶茶。很快了，等我强的时候就我有都有钱了，请你们做经纪人，都有钱了，现在贼穷。天津很远，天津没有玩过，没有去天津玩过。谢谢元宝，广州，嗯，对的，广州我一直想去的，反正今年年底。我们要回去的，我很多地方都想去，可以去玩一玩，就是放松一下自己。很多事情当然不是一下子做决定的啦。好的，大家好好学习，好好努力。好，到时候见。直播我会删的，腰伤怎么样？还行吧，就是运动量一大，腰还是会痛。就是我是这么觉得，就觉得自己付出了一些东西，但是付出跟得到的不成正比，甚至可以说就是，但确实是付出也不一定会得到回报嘛，就心里有点不甘心。可能不懂我。腰伤还好，主要是自己脑子不太好，就单纯的以为拼命的跳舞会有用吧。年轻，擦下眼泪，难受，没关系，要开心。摸摸头，我们还可以再见的，我们很快就可以再见了。不要不开心，哎，我的粉丝太善良、太温柔了，太好了，太甜了，没有关系，反正都可以再见的呀，我又不离开要干嘛？自己的微博也会有更，对，我是对喜欢我的粉丝，我都会超级温柔，就是对我好的粉丝。就是怎么说呢，人这种东西就是互相的一种感情寄托，就谁对我好，谁对我心里都是有数的。谢谢礼物。一个人的夜，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？拥抱过后，我的双手应该放在哪里？对，我微博发的还行吧，就是偶尔会发一发，发一些自己的日常或者是工作干嘛的。上学也我也会去考，我是10月份，当然了，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啊，当然在团也有很多时间，但是可能更用心嘛，就把学业好好弄一弄，因为觉得自己的学业真是太差，觉得很丢人，很丢人，真的丢人，感觉跟自己的粉丝比，就觉得自己粉丝很厉害，就是我的粉丝都很厉害，我为什么就
总之如果呢，就我一定要变得很强，就是我要让我的粉丝觉得饭我是一种，就是有那种自豪感的感觉，你们懂我的感受吗？你们懂我吗？就是哎，其实我主要就是怕丢人啦，就说这么直白，怕丢人，就觉得别人能做到我也可以做到，我甚至可以做得比别人更好。没关系，摸摸头都没事的，都会过去的。你们有看抖音上面那个段子吗？就什么舒恒还说，舒缓走的第一天哭，舒缓走的第二天蹦沙卡拉卡。我要把它改成在公司的第一天退团的第二天，开玩笑开玩笑。对，学习真的太重要了，就可能自己就是懂事长大的太慢了，很多事情自己成熟的有那么一丢丢慢，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就现在能明白过来很多事情也是值得的。第一天沙卡不至于不至于，我还是很伤感，你看没看到我这有个泪痣吗？就说明我很爱哭，我是一个就是感情很丰富的人，我会舍不得粉丝吧，但是没关系，以后都会再见。去不了就可以看看公演直播啊。我不算正统偶像吧，我不哭，因为哭起来简直是太丑了，你们不要截图给我，截图给我很难过的。对，会见的，肯定会见的。哭起来有点丑啊，不是有点丑，是非常丑好吗？丑到没有朋友的那一种，我自己都嫌弃我自己。祖格那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怎么会这么丑呢？就是非常的丑，他不是一点点，是非常。我退团，我不会离开上海，我还是在上海。偷偷录，不行，不可以录哦，小朋友们，就偷偷录我，你们这群大坏蛋，嘿。你四苦都挺丑啊，你们现在都这么嫌弃我的吗？对，我是非常的帅气，谢谢礼物。怎么说呢，刻薄粉，哎，你们就对我熟的人都对我很刻薄，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为我好，就对我熟了，那些 ID 我很眼熟，就都知道嘛。没关系。对，其实心态很重要，就是还是自己要多出去玩一玩，逛一逛，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感受一下外面那种感觉。口是心非。